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1月14号的股市万德福。今天真的不一样了啦哈！哦，大家心情都开始很高兴了哈。可是我要跟各位讲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翁老师、啊、我们这才要高兴而已，我们的股票就开始在涨而已，你是说不要来？其实、哦、我在讲这个的时候、哦、有很多人都不相信、哦、来我给各位看一下，今天上市上柜的、哦、我们不要讲涨跌停板的啦、哦、我们来看涨停板的，我们来看涨停板的这边，我把它打上市，上市上柜，上市只有2家涨停板呢，两家，啊这边呢，9家、11家，今天涨几点？涨76点，今天成交量啊，2600亿，多还是少？不多，不多，为什么不多？因为多数人不想玩了，多数人不想玩，为什么不想玩？大概是看久，越看呢脚越麻，不想动手，不想动手。可是，在股票市场，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我们来股票市场，你千万不要学那个有钱人，你学他们赚钱的方式，好不好？不要学他们赚钱的方法。我说，老师，你讲这句话，我真的听不懂哎。你想想看，有钱人他担心的是什么？利率。利率对吧？那美国的利率对他们有什么影响？有啊，那些有钱人动辄几十亿嘛。你来询问嘛，来，这里面的上市柜公司哪一个不是数十亿的身家？对吧？没错吧？那些数十亿的身家的人，他们想的利率是什么？好，台湾如果2%。我现在随便举例嘛，哈，这样大家比较好算。2%，美国如果放5%，那差3%。那我请问你，如果你在股票市场，你的股票市场，你要学他们做法去赚钱，啊，你要赚啥？你要赚啥？赚一顿烛光晚餐是吗？不是嘛？那些有钱人动辄几十亿嘛，好。我现在举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好，人家放2亿，放一年，那他就差3%，就一年就是6%嘛，对不对？6%，他有多少钱？一年以后他增加1600万嘛，没错吧？好，你有2000万，你去把它放一年。哇哇哥嘞，对不？搞不好直接开开的就没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，我们是要看那有钱人怎么赚钱，可是不要用他们的方法去赚钱嘛，要学他们的方式，他们的思想去赚钱，不是赚有钱。啊，不，你来看，如果你有20亿，对吧？你放在美国跟台湾，你的利差差多少？随随便便差3%，好不好？啊，你20亿，惊死人，食不完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食不完呐、啊，大家买谁在开跑车，对不对？每天上馆子吃大餐，对吧？跟朋友喝小酒，都嘛可以。可是问题，哎，你只有500万、1000万的人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正确的事啊！你在股票市场，你看今天，你有没有仔细看今天？哎，它方向出来了，哎，方向出来了，大盘涨了1000多点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那现在要攻1.7万，要攻1.7万，那你还在学那些有钱人？我不叮当，我不想动，我不想动，啊，钱都跑。跑掉了。那我现在问你第二个问题，你想一想，对还是错？人家有20亿啊，你说我有2000万啊，
那你如果在股票市场，哎，这个你看不懂吗 ？AI 已经成型了嘛？从上面到下面，现在已经走到上面的 IP 股、IC 设计股，然后到现阶段的 AIPC， 它已经走了一整套出来给你看了嘛，对吧？那我请问你，你如果2000万、啊、不要说你有2000万，你有1000万，那我请问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可不可以学？你30亿的人，我要寄，我要寄多少？我要寄1亿，我1亿，然后放1年，我赚3%。那你如果只有1000万呢？我要放1年赚3%，错。你今天如果进场去，对吧？你放一个月，好不好？你放一个月赚10%，一次涨停板。那你比人家放1年了，多了几倍，对吧？他只有赚3%，他放12个月，你放1个月，你等于说他3%，你10%，你多他3倍，又乘以多少？又乘以12，哎，你多人家几倍？所以你想想看。我们一直讲说，爱好亚人，那对好亚人，因为安怎做，拢丢，因拢丢。哎，人家是要看利率，啊，你要看什么？你在股票市场，你要赚什么？赚他的涨停板嘛。你讲好，无法做涨停板当做，至少你要赚他什么？3%、5%、6%嘛。你要一天赚他3%，或者一个礼拜赚他3%，你不是1年赚他3%啊？我现在不是叫你1年放他赚他3%啊，啊，如果你要1年赚他3%，那你就要像那些很有钱的人，我的功能也三也四也五也嘛。像我跟有一些有钱人吃饭，他们想的就是什么利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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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利息对他们来太重要了、啊，他们晚上睡觉就是靠利息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们白天起来就是靠员工啊，就有一群劳工为他们赚钱啊，然后晚上睡觉靠利息，白天起来靠员工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呢？白天起来自己工作，然后自己做股票，然后自己研究，研究了老半天，哎，啊，都未使，即马未使做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好家人拢无做，先交两只2000几亿呢，啊，结果你都错过了。你有没有错过？你一定错过了嘛！因为阿德拿这张字卡给你看，你一定错过了。我讲你也惊嘛？你为什么会怕？因为没有成交量。你为什么会怕？因为涨了1000多点。你为什么会怕？因为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不一样啊！上个礼拜嘞。大家都在害怕会不会跌破16000，对吧？还有人开始幻想，哎、欸，那个古月行会不会讲对啊？阿德，你是不是要请进一排啊？结果呢，现在要攻17000啊，对吧？古月行没有跟我赌鸡排啊，我还真的很想跟他赌鸡排嘞。我半年前就跟说我可以跟他赌，哎，对吧？可是重点不是在赌鸡排啊，你要想想这个股票。像股票，它那个趋势已经出来了，你已经看得懂了嘛？你看那个四星 KY 已经创历史新高了、啊。阿德第一次介绍四星 KY 给你的时候，776块，那现在得3000多块，对吧？如果在我那阵的700多块，我的身价都压下去，不是这样想啦。过去的就过去，我们要是要看现在，所以说你不用想太多嘛，你就跟着阿德走。所以说我常常讲一件事情，你说你在股票市场如果预设立场，你会错失很多机会。你看看，今天76点，今天涨76点，很多股票涨7%、8%、7%、8%一大堆，5%以上的大概一半。当然还是有跌的、啊，所以说我常常跟各位讲说，我们就是要赚钱，你要不要赚钱？要赚钱就来拿、啊，你把它罩起来，
这一支我先不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今天没涨停了。那如果我开，你会下去买？用我那新的送的，我就不要了，我就买这一支。有阿德，人诶，大家老师拢涨停板咧，你无涨停板咧，你还讲你要买得到啊？我拿今天的给你看。哎，我老师还能看到啊？无你去买啊，100多块。老师，你故意啊？我当然是故意啊！我当然是故意啊！因为我要给各位知道，阿德给你股票，一定要让你买得到，对吧？为什么要让你买得到？因为阿德告诉你一件事情：做股票拒绝马后炮。啊，若要讲，逐支拢涨停板的，开出来拢要涨停板的，啊，我来讲，迄拢无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嘛，你现在要有嘛，来，你有没有？我把它扣起来，你也可以扣起来，你也可以上官网去对红利大标股，我今天就开给你看。你如果跟着阿德做，阿德是不是这样跟你说？来，2024年 AI 元年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就要开始买了，你不用猜，阿德帮你找好了。阿德帮你找好了，来，过来看一遍，再看一遍。这两个礼拜以来，什么股票涨得最整齐？对吧 ？AI 大家都看哦 ，AI 一直到下游的 AIPC， 大家都知道啊。啊，你有买吗？你有买吗？这支足强的啊，为什么足强的？大盘跌1000多点，它涨这样。大盘跌1000多点，它涨这样，你说它强不强？它已经表态了，哎，它已经表态了，它已经表态了，它已经跟你讲了，它要跟谁合作？它要跟 NVIDIA 合作，未来高通要做晶片，它要怎么样打入什么 PC 市场、手机市场以后的 AI PC、AI 手机、AI 什么 NB， 所以这个是不是大市场 C 啊？龙老师啊，你不要开玩笑，这个快要1000块，你叫我买这个？我没有叫你买这个啊，我是叫你买这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就一直跟你讲说，哎，来，你如果拿到你就保密好不好？你就保密，我开给你。啊，你有水吧？啊，你有水吧？对吧？我说你来拿，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差一点涨停板，啊，这个可不可以买得到？可以呀，一定买得到啊，除非你不买。所以你如果进来，打通电话，18%，18%，你哪有2亿、3亿的人在咧寄美国，为着3%，要寄几年？要寄10多年呢？所以说，我就要跟各位讲，这好不好赚？行情已经很明显了，非常明显了。不相信，来，你来看，这安国，每个人都有。我在讲的时候，现在每个人都跟着阿德讲，我说最低价最喷的妖股，不就是一只 IP 吗？安国。那你觉得呢？你要打电话进来，你相信阿德，就这么一次，一次就好。你相信阿德，别人也打电话进来，你也打电话进来，别人有买你没有买，来回差120%，好，不要说差多少了，就单这一支的波幅就60%，就60%。你说你有500万，你有1000万，好啦，你有1000万。你不要去学人家那样放一年要赚2%的利息，你要看啊，这60%呢，这60%几天。所以说，其实有很多股票都可以让你赚到钱，只是你不要嘛。就像银广，很多人都知道银广，
银广真的最倒霉啊，这是我做的股票最倒霉的一档股票。为什么？哎呦，这飙这样了，就二十分钟分盘呐、啊，啊，这倒不倒霉？就飙这样而已呢，飙这样而已哎，这个五只，很认真算，没有五只涨停板呢，啊，结果就二十分钟分盘，后来又到十一月二十号。11月20号才没有分盘，那我先说你打电话进来，好，就算你最倒霉，你就拿到银广，那你又买，你有一千万，你有五百万，好了，你一千万，你现在有1690万，啊，差别就差在这里呀、啊，银广是这样，安国也是这样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有啊，我给你。我给你涨最少的，给你涨最少的，11月7号，秦邦，我给你，买得到吗？李工老师，你不要让他吹牛了。11月17号要送的，11月7号怎么买得到？好来，18号可以买到，可以买到吗？你有没有买？买的涨停板，再涨。两只涨停板，三只涨停板，再来，快要四只涨停板。今天，秦邦给你看一下，这样漂不漂亮？好水不？给你买得到涨停，涨停。涨停，今天再差一点涨停，啊，那个没水，漂亮吧？39%，不多啦，39%啦，没有连续四次涨停板啦。可是重点是什么？你买得到啊，你买得到啊，你打电话进来，很多人打电话进来，所以我问你一件事情：11月7号，不管你打电话或者你加入阿德的 LINE，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赚？行情已经这么明白了，你还看不懂吗？我老师，你把它派啦、啊！我说没有啊，这行情已经出来了，行情出来的，从上到下，每个人都知道上面在涨什么 AI， 下面在涨什么 AI， 然后上下连贯在一起，通通在涨 AI， 你为什么没有赚到钱？那如果有像有秦邦这种股票，你要不要？我老师，我要哦。我要啊，我当然要啊。那你要，你要拿，你要电话要打进来啊。你没有打进来，我怎么帮你？啊，你说你说我卡里拜，能拿到什么？我说你听啦，如果你把阿德当朋友，其实有很多事情都不用讲太多。今天我要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你只要愿意打电话进来，我就给你，我就给你，可不可以？来看一下这个，我的官网，我的官网是不是你看过所有的官网里面最完整的？对吧？是不是最完整的？是不是最完整的？这就是阿德，这不是抄别人的哎。然后我们看这里，恭喜金利科准备攻二月高，你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如果没有，你就要拿嘛，拿又买得到一只涨停板，两只涨停板，连三红。休息一天，再亮灯涨停，再亮灯涨停，今天再攻差一点涨停板，昨天啊，今天再差一点涨停板，46%，打一通电话进来没有那么困难啊。所以我今天我最特别了，最特别，你今天只要一打电话进来，就像我送你金利科一样，我要让你买得到，我要让你买得到金利科，你如果
愿意打电话进来，你来看看怎么比较，两个人就好了，两个人比较就好了，一个人有买，一个人没有买，多少？92%，92%多不多？我老是说多很多啊，说少很少啊，所以我今天我说很特别的，只要你愿意打电话进来 ，QR code 就放在这边，就放在这边。现在你要赚钱，都有连贯的，所以我今天不要拿字卡出来，我就直接邀请你，我就直接邀请你，你电话也可以，电话也可以。现在赚钱都是连贯的，原来阿德再讲一次，我今天讲的第三次了，我今天讲第三次了，来，你来看，现在所有的行情是不是都连贯的，主流都出来了，那还有没有？像金利科这些，像银广，像安国，像秦邦，有没有？一定还有啊，这就是连贯的啊。你不要说39%，你不要说40几%、50几%、60几%、70几%、80几%，都不要想那个，你就想一件事情。我今天就邀请你，只要你进来，我线上的助理人员就直接跟你讲，我要怎么做，我要做哪一档，你就跟着我做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以吧？没有时间，剩下2分钟，如果你愿意，我麻烦你。把你的手机拿起来，高抬贵手啦！哦，咱要赚钱，手也好关关。哦，你若我逐天拢爱意想讲啊，我未谈，我未谈，那就真的不会赚钱。你想要赚钱，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把你的手机对准阿德的 QR code 官方网站，你得它扫了去。阿内进来，你跟阿德做朋友。你想赚钱，喊一声。如果不想用手机的，没关系，直接电话拨通，我等各位。先进广告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，你可以不予理会，也可以提前防备。你可以一意孤行，也可以起身远离。See you。你可以掉以轻心，也可以谨慎小心。记得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经济部水利署，苦口婆心你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，真的没有时间了啦，剩下1分多钟了。阿德跟各位讲，你刚才有刷的，你就会先看到
对吧？来，对吧？你会先看到这个嘛？我来讲，也喷到分盘，你敢没相信？它会喷到分盘，因为这个不一样。真正碰到叽叽叫，因为阿德跟你讲过安国，永安老师啊，你卖讲安国，你卖讲基尼哥啦，你卖讲秦邦，那种谈过呀，对吗？你都赚过了嘛？因为你打电话进来，你都可以看得到嘛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只要愿意，你出声出声的二，出声的二。比如说你在阿德的官网，阿德如果说要呼唤你，我要呼唤你，那你就加一就好了。对不？啊，我们在找到你，啊，无你拢大家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比如我今年去，大家嘛来你讲，哎，啊，都一支啊，啊，两支啊，啊，三支啊，啊，四支啊，啊，即摆要讲50%，已经50%看得到了。所以说，你不要再想了，你都看到了嘛。所以拜托，三只涨停板，这一只也不要卖哦。我拜托你哦，我拜托你哦，电话拨通，让你体验喷到分盘的快感，好不好？如果还有像金利科这样，阿德是公开的，公开的，公开的，放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，我们五支再见，哎，起码已经没60%呢，对吧？现在已经快60%了呢。打电话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你还在看吗？